藏多少秘密，一直都害怕听到有人在提起。第一次相遇，我们都是为了逃离。有人，你看什么呢？他来了。啊！想尝试爱情，有太多可以，就为看清楚你，没有防备才有认识的自己。既然喜欢，就不要放手。你就去公司门口蹲他，蹲到他见你为止。不是死缠烂打就会成功的。他看见我就想逃，他越想逃就越说明他的心里还有我，他根本就没有忘记我。现在还能这么盲目自信，心态超好。